目前 兔宝爸只给我的 YT 会员，如果你是我的 V5 粉丝，哦，V5 粉丝，然后花个小钱，一个月最低金额30元，加入我的 YT 会员，哦，YT 会员啊，你要让我知道你是我的 V5 粉丝哦，一定要让我知道。哦，有一些小福利，就是我每次的那个周卡猜猜乐，我挑位置的人，我会优先给我的 YT 会员下去挑。那你在加入会员这一个月里面，你有两次的机会，哦，两次机会。然后你挑10个位置，你如果挑中那个位置上面有圈一个红笔，这10个位置里面我会选3个位置挑红笔。如果你挑的那个位置上面圈一个红色的红笔，圈一个红色的圈圈，我就会给我的 YD 会员哦一张周卡哦。啊，你一个月有两次机会可以参加这种活动。啊，第二个 YT 会员的小福利就是，你在这一个月内，你有参加我的周卡娱乐竞赛，我说的是周卡娱乐竞赛，哦，你有参加我周卡娱乐竞赛，然后猜猜乐刚好猜到你，你又获得奖品，兔宝爸会加码给我 YT 会员一张小资周卡25元，啊，一个月就限一次，所以只要这个是这两个福利啊，你是我的 V 拜的 YT 会员，哦，就是这样，如果你运气好，你可以花30元有。你花30元加入我的会，有机会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奖品，就是你有机会可以获得2张周卡嘛，哦，猜猜乐权威的，然后来一张小资周卡嘛，这运气最好的状况下，就是花30元跟兔宝爸赌个运气，啊，因为兔宝爸是专门举办比赛送奖品，所以我也在想，我给我的 V 拜粉丝加入我会员，我能提供一些什么福利？哦，福利。好，恩义帅哥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好，我准备了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好，兔宝爸讲，因为毕竟哦，兔宝爸每个礼拜都还是会多一些新观众啊，新观众。哦，我来讲一下，就是数字1到10。讲啊，我再讲慢一点哦，不要说等一下被违反规则，被我取消奖品的资格，稍微在聊天室不高兴哦。数字1到10没有零，打一个数字，然后你心里就认同一个数，比如说你要打二，如果你怕被吃留言，你就打二，然后过个一下子再打二，打个两次或3次就好，你不要二打了10几次，那我会认为你在刷荧幕哦，这个有可能会取消你的获得奖品资格。你就心里想一个数字，就坚持到底，不要想3。啊，你如果怕说网络延迟会吃掉你的留言，你再过一下子要打3，打个2次到3次我都可以接受。可是听了有一点不能接受，你不要一下子打3，一下子打4，一下子打5，一下子打10，你把1到10的数字都打一遍哦。这样你如果猜对奖品，我会取消，因为每个数字都打一遍，你获得奖品机会当然很高。啊，这个直播留言回放全部都有记录的哦，这个都看得出来哦。哦，所以兔宝爸再重申一遍，不要等一下有人违反游戏规则。老观众跟管理员应该都知道，是怕有些新同学不知道哦。兔宝爸在这边再重申一遍哦，重申一遍哦，啊，听不懂的多听几遍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的周卡猜猜乐选位置的。第一位选位置的人，我直接讲，就是由我们的阿西大帅哥，因为他这个月他跟幻月都刚加入会员，都有2次的机会可以玩这个活动啊。对哦，我忘记了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用红笔圈起来，忘记了，我用红笔圈起来。对，阿西帅哥要圈三个红笔，要圈三个红。好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准备哦。好，我只会打3句话，第一个聊天室点名。你们只要看到聊天室点名就要准备了哦。第二句话是周卡猜猜乐开始，然后第三句话就猜猜乐结束，所以要注意看聊天室画面了。好，不要打字哦。聊天室点名。周卡猜猜乐开始，
猜猜乐结束。好，我请我们的 YT 会员，也是 VBI 的粉丝，我们阿基帅哥，这个月有两次的机会哦，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来挑位置。好，我们阿基帅哥一到十，麻烦你挑一个位置。好，第八个位置。好，我们阿基帅哥，你们有看到他是我的 YT 会员，也是我的 VBI 粉丝。他挑第八个位置，我这个位置里面有三个位置是用红笔圈起来。他如果猜对了，兔宝宝就送他一张周卡，哦，送他一张周卡，等于说他的会员费就赚回来，他的会员费就赚回来。好，等一下中奖品的人要感谢一下阿七帅哥哦，阿七帅哥哦。啊，如果那个第八个位置上面有圈一个红笔，就表示。哦，他阿七帅哥他获得 YT 专属会员礼哦，一张周卡。好，阿七帅哥麻烦看一下，有三个用红笔圈起来，数字一到十。好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一到十哦，哦，一到十有三个红笔圈起来哦。好的，阿七帅哥选第八个位置，哇，恭喜！有没有看到用红笔圈起来？所以阿七帅哥他已经获得第一个 YT 会员礼一张周卡哦，周卡。好，我们请阿七帅哥，等一下你的会员礼，我等直播快结束再储值给你哦。恭喜我们的阿七帅哥获得周卡一张哦，哦，就三个红色，这是 YT 会员才能玩的福利哦。哦，他的会员费已经赚回了，赚两个月的会员费了，三十元赚到六十元。哦，这是 YT 会员才能玩的小游戏哦 ，YT 会员能玩的。好，我们请观众跟老观众帮我看一下直播回放，谁第一个猜数字八的？哦，是谁第一个猜数字八的？哦，上面是数字八。麻烦我的老观众赶紧帮我看一下直播回放，不要看你们的手机。谁第一个猜数字八的人？谁第一个猜数字八的人？哦，数字八的人，麻烦我的管理员跟老观众点我的直播回放，不要看你们的手机。猜猜乐开始到结束的中间，谁第一个猜数字八的人？啊，我这兔宝宝也会看一下，麻烦我的管理员加老观众。点我的直播回放哦，不要看你们的手机哦，看谁是第一个猜数字八的人哦，他就获得周卡一张。哦 ，KEVIN，KVIN。哦，两次还可以接受，两次两次其实还可以接受啦，两次还可以接受。好，麻烦 KEVIN， 麻烦留给兔宝爸你的 UID， 恭喜你获得周卡一张，然后你要感谢挑位置的人阿西帅哥，你要再聊天室谢谢一下阿西帅哥。打两次到三次兔宝爸，可是都同一个数字，兔宝爸是可以接受。对，空气 KEVIN， 麻烦给我你的 UID 啊！你要感谢一下挑位置的人啊，要谢谢一下阿七帅哥。当然，储值成功以后要谢谢一下兔宝爸。290626959595，好，290626，好，请大家等我一下，好，我先储值给 KVEIN， 然后阿西帅哥，你要等我储值完给他，我再储值你的专属 YT 会员礼。然后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专属给 YT 会员玩的小游戏？因为兔宝宝是专门举办游戏中奖品的直播主。所以我都是在想一些游戏是给你们玩，我就很简单，就是举办比赛送奖品。啊，刚才阿七帅哥玩的游戏就是专属 YT 会员能玩的，一个月就两次。啊，兔宝宝这边会注明一下。
哇，阿七帅哥每个月的会员里都赚回来，他更幻月啦，幻月帅哥啦，每个月加入我的 YT 会员，其实兔宝宝都亏本哦，都亏，其实都没赚啦。其实可是兔宝宝讲白点，我也没有要靠这个赚钱哦，没有要靠这个赚钱。其实你们不管是抖内给兔宝宝还是加入会员，我都把每个月，其实我的影片流量啊，你们看一下我 YT 社群贴，我每个月的影片流量的钱我都拿出来给你们举办比赛送奖品。啊，其余的部分我固定每一季都捐给那个育幼院哦，都会贴文。你们看一下我 YT， 我都把剩余的钱都捐给育幼院，帮助一些小朋友。我每个礼拜就是你们抖内的钱，还有帮兔宝宝经营 YT 的影片流量的钱。我每个礼拜都拿出来举办游戏送奖品给你啊，剩余的钱我每一季剩余的钱我就自己有时候会贴一点，就是捐给育幼院啊，我都会公开一些捐款的明细到我 YT 社群贴文哦，你们有空就去看。所以如果你们不管是抖内给兔宝宝还是加入我会员，就算你们没有得到奖品，我也跟你们感谢一下，谢谢你赞助兔宝宝这个频道，可以让兔宝宝有一些闲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好，等一下我先储值给 KYKEVIN 哦 ,KEVIN。哇，这个是新同学吗？他应该是第一次获得兔宝爸的奖品哦。等我一下哦，其实猜猜的很快啦，其实都是兔宝宝，兔宝宝在储值奖品比较久。账号与商店地区不符合。AKEVIN， 你的 UID 是台湾的吗？是台湾的吗？我先问一下你的是台湾的吗？因为他为什么说会是印度那边的府啊？印度哦。对，他别的府没办法，没办法储值哦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我储值台湾的给你？ 29066959598 嘛，是9598吗？青蛙是9598吗？那我打错了，是9598吗？好， 29 我再讲一下，因为我都储值不进去。29066269598，好 ,OK, 我再一次，因为兔宝宝是用信用卡购买，他就会出现错误啦，就会觉得很奇怪。因为兔宝宝用信用卡购买，上面会出现你的游戏人物名字，还有你的区域，你的这个账号的区域位置，他就出现是没有这个人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炮枪王。哦，游戏名字是炮枪网，炮枪网。好，恭喜你第一次获得兔宝爸的奖品哦，猜猜的奖品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然后阿基帅哥，你的 YT 会员专属礼要等一下，等兔宝爸储值完。
然后兔宝爸的一万订阅，一万五千订阅活动最大奖是五张月卡，猜猜的哦，五张月卡猜猜的。哦，也感谢不管是新观众还是老观众，还是说你是我其他游戏的粉丝，还是喵味活动的粉丝，还是你经有一些其他管道认识兔宝爸，也跟大家说声谢谢。哦，兔宝爸在这一年的 YD 订阅数真的是蛮稳定的成长，蛮稳定的成长。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哇，啊，兔宝宝 这一年来也是都把我影片流量的一些流量，其实钱不多啦，我连钱不多啦，啊，就都拿来 给你们举办比赛送奖品。啊，你说兔宝宝赚什么？其实兔宝宝有赚到一些业配的分费用啊，可是流量钱其实这真的不多了。啊，流量钱我都拿出来给你们当做比赛的一些奖品的金，不然说人家懂内给我的哦。啊，剩余的钱，剩余的钱，兔宝宝每一季都会捐给慈善机构啊，我都会贴在我的 YT 社群贴，有空你们可以去翻一下我 YT 社群贴文。我实在一开始就打错了哦，了解了解，谢谢。抱歉，我有时候购买奖品聊天室画面有可能比较看不到哦。感谢青蛙大神哦，感谢青蛙大神，谢谢。难怪我想说，奇怪是我的信用卡又出问题了吗？储值成功，储值成功哇 ！KEBI 二，你要感谢一下挑位置的阿西帅哥哦，感谢挑位置挑到你哦。好，储值的有领到奖品，有一句话就是一定要跟兔宝宝说谢谢哦。对，一定要跟兔宝宝说谢，因为兔宝宝储值给你以后，我信用卡那边有资料哦，我会有你的资料，然后我也会截图，然后我在直播过程中会打储值结功，储值成功啊！你领到奖品一定要跟我说谢谢。然后直播就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啊，如果真的有什么争议，我可以提我的信用卡资料去跟官方做个申诉哦，包括我都我的直播影片的回放，还可以去跟官方做个申诉。好，阿西帅哥给我你的 UID， 阿西帅哥给我你的 UID， 阿西帅哥，好，我们来处置阿西帅哥的专属会员礼，专属会员礼。阿西帅哥给我你的 UID， 我要储值 YT 会员礼给你。哇，阿西帅哥爽死了，他跟幻月帅哥每个月的会员费都是好，感谢前315315。哇，谢谢，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们打 UID 兔宝宝这边有时候会被吃留言，因为我的直播有设延迟啊。哇，阿西你要感谢自己，哇，感谢自己，其实猜这个还是运气啊，就 30% 机会猜到自己。啊，这个就专属给啊，我啊，你跟幻月帅哥两个运气真的很好，你们每个月都回本都小赚啊，真的在赚钱，30元都还赚到比30元更高的一些奖励。好，你已经使用过一次了，所以你这个月还剩一次机会哦，一次机会。啊，原则上你们每个月的次数，我会以你加入会员那个开始的时间到结束算一个月，哦，就是加入会员。其实我的后台那边都看得到数据，我后台那边都看得到你们的数据。好，感谢今天有参与兔宝宝周卡娱乐观众的娱乐竞赛的观众，谢谢你
如果真的没拿到奖品没关系，就等下次，因为有时候真的经济能力有限啊，没办法满足大家哦啊，然后就要等下次啊，等一下兔宝宝储值完给阿七帅哥，我就要准备下播了啊，明天没有游戏直播，因为明天兔宝宝要出外景打工哦，兔宝宝要出外景去协助一下庙会直播打工，打工赚钱。也希望我的观众、新观众、老观众、管理员哦，如果真的喜欢兔宝爸的频道，他会帮我推广一下，也麻烦大家订阅一下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哦，就搜寻兔宝爸。